蜘蛛悬空而垂，打一个成语。七手八脚。不对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喜从天降。你也来凑热闹啊？哎，你换了身衣服啊？为思妍小姐解锁必要的信息，是我分内的工作。够义气。不过，为什么是喜从天降啊？看到蜘蛛有什么好开心的？蜘蛛又称作为喜蛛。啊，是喜从天降，谐音梗对吧？答对了。送你一个奖品，给你，赢的。我只是在帮你解决麻烦，这是我的职责，不能算功劳。哎呀，叫你拿着就拿着嘛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嗯，我忘了。给你放个假，你不是管家，是小李子，我也不是小姐，是思妍，我们一起逛街吃东西好不好？小李子。嗯，你看那些小姐少主身边都有什么小王子小包子，还挺可爱的。我本来也觉得杰克这个名字在古代奇奇怪怪的，入乡随俗嘛，小李子你喜欢吗？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，你开心就好。阿言，哎，你快过来啊！你来，快来帮我看看这个啥呀？这个。来吧，猜一猜，看一看了啊。这，好看的灯笼。话别之后，气前弦打一个字。话别之后只剩一个言，弦字去掉前面，只剩尖。恭喜你猜对了。好厉害，这都能猜出来。拿好了啊。